为了解决花东车票一票难求问题，台铁局6月9号端午节试办花东实名制方案，身份证 UV 开头的花东居民才能购票。而首班实名制列车372个座位，最后实际搭乘人数只有313名，搭乘率总共84%。位置并没有坐满，台铁局提到，因为有人没有取票，加上临时退票，造成结果。这一次实施的结果，因为会有22个旅客没有取票，然后38位的一个临时退票，会造成58个座位的一个虚拟。那经过这一次实施以后，我们12号的5245次。我们也重新做因应。首班实名制方案，有人抱怨取票不便，但部分花东族人总体评价还算不错。这样子就超方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有保障我们的车票优先权，刚好有买到有座位。我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说就是留给他们当地比较需要的人，然后有赶着去台北来回的，这样让他们方便。会了会了，会方便一点。不过也有民众反映，身份证上虽然不是 UV 开头，但确实是花东居民，却无法享受同样交通福利。台铁回应，中秋节将纳入实施范围。也有民众反映，因为他确实他不是 UV， 他可能是迁籍的，他在花莲，他是真正那边的住民。那部长有指示，希望我们下一次中秋节也把这个旅客列入我们实施 UV 制的一个政策方向。台铁首班实名制花东列车上路，虽然总体评价还算不错，但未取票或退票情形，台铁正在研拟是否要采取严惩手段，将违规旅客纳入黑名单，半年内不得再订实名车票，让更多人能够享有交通便利。记者 UMAS 许家荣、文嘉嘎的德办、台东市、台北市采访报道。